就一只哎、欸，需要伏击吗？应该不用吧，都一只。不用吧，他看起来好废啊。丁一直接把他烫小猪毛，那他其实是猪头人哎、欸，99滴血，晕眩免疫，99滴血啊，没小意思，没事啦，哎、欸，他站四格哎、欸，我要躲丁一后面，嗯、你赶快躲到丁一后面吧，满弓射击吧，没有啊，别吧。反攻射击几率很低吗？稳一点嘛、哎，我先稳一点，稳先稳扎稳打吧。哎呀，稳扎稳打吧。哎，出在那一个哎、欸，你等下去吧。去吧，吴主播。那好像只有远程会吃哎、欸。近战也会吃吧？到的都会吃啊。那个全部都会吃啊，加暴击跟伤害、啊。那我再冲过去好了。那我先走过来一步，然后你等我，然后再过去。也行啊。哦，原来我这是单手棍哦。哎、欸，好像可以下一回合再动啊，因为你下一回合。你直接轰他，你直接轰他。我下一回合再走嘛。呀！其实啦，你理论上应该是要去扛他的，因为你快升级了。我不知道他敲一下什么，忘了。我的防御也就比你高一点了。哎，还是赛狗。OK， 大家请散开。大家的各自逃跑了。我伤害加5点的，加蛮多的。你要往旁边走一步吧。不行啊，我往旁边走一步，等下直接被敲就死了、欸啊。你这里被 AOE， 你也是要死啊。AOE 顶多就打5D， 还那个还好啊。要不然你就射他吧，你也快升级了。分开战吧，我们二战吧。吴主播过来吧。那他只能选一边 AOE 吧。虽然刚刚他的 AOE 也没有打到吴主播了。OK， 理论上下个回合带走。哎，凶敲鬼了！没事啊，你能扛啊！怎么那么帅啊？哎、欸，那格子不见了。OK， 该不会要满弓射击吧？不用哦，一人打一下已经死了。啊？为什么你打人还变羊啊？你残血降伤啊？那没有吧？他就是没踩到而已啊。不知道，我刚看你满可以打12哎、欸，现在只打11哎、欸。丁你塞满9滴游戏啦。好，这个一边血。哦，升级了。升级满血吗？我还没升。哎、欸，敏捷，哎，他好像闪避哎、欸，这我拿你拿。等等，你洗钱了、喔。等等洗钱喽。好啊，那不然我身上那件给你啊。你身上那件加冕的给我。我那用加冕。感谢精灵，40块。那我身上没。嗯。走吧，吴主播，酒馆准备打杰弗瑞。被打劫了。好，白痴，那个血量好像随时要走哎、欸。有管在。我是有那个草。那个草12块。我直接到博览，然后回体，直接进酒馆。
好、啊。哇。这样有什么意义吗？我们都进不了。哦，对了，酒馆不会拉。还是我去下面码头啊，我走得快。也行啊，也行啊。我。啊，那我们在这里。我们去打哥布林升级。嗯，你们去练个等吧。我先走一下。嗯、你去码头吧。嗯，我看一下怎么走。我酒馆挡住我的路了、欸，那个可以穿过去的吗？嗯，码头不是在另外一边吗？码头不是右边。我要先到灰港回专注才到得了啊。你也不用硬要这一回合到啊，你就先走一半就好了。那我最后有剩几步，那就小走就好了，不急吧。我们是挺有钱的，感觉该好好的 shopping 一下。shopping 是该好好的 shopping 一下呢。我看一下有什么神装啊？哎，有一个超强魔法棒哎。会死亡射线呢、欸？哇，女王攻守的衣服，还会回血。我看一下，吴主播也要买那个魔法棒吗？感觉应该没很厉害，他要五个太多了。我看一下楼下卖什么。女王攻守互抢怎么样？二棍互抢，哪个？女王二棍互甲这个？哎，这好贵啊！女王二棍互甲看起来超强哎、欸，买这个吧，买这个吧。你们是说哪边的？灰港的。灰港的。我的沙扣啊，给丁义穿或我穿啊，看谁要开嘲讽啊！你看一下。波兰的有一个女王攻守护甲，那个看起来也超强。哭啊！我不小心走进来了。哎、欸，你干嘛？神秘女王，看一下女王攻守护甲。不是、啊，楼下那一件更好、哦。不是，你已经有衣服了。对哦，好吧，你先买。先让我没有要买啊，我没有要买啊。我买芒草了。你这样啊？哎、哦欸，记得进战斗。进战斗，你不是进不了吗？不是啊，我是说你到那边等啊。你是要打？等下我开啊。反正我先往下嘛。嗯，等下我会去开啊。你要开一只哥布林哦。嘛是会使啦，背带唔是要甲人诱过去，那个不能拉过去啊！酒馆的人一定要大家都到，好啊，不然都走。我们可以往下走，虐巫婆啦，虐巫婆。不啊，他怎么是三步啊？你就慢慢来吧。有个测大脑的、欸，哎呦，你六步，怎么样？先拿钱吧，你先跟吴主播拿钱吧。好，我帮他拿钱要干嘛？你就顺路走到灰港买那一件超强衣服回来。啊，不然请给我啊。那件多少钱？全部，他要全部。没有，我再留一点钱，再留半，那件53块，那件53啊，你给他30啊，阿爸你给他40啊，然后留8块的，我给他35，要穿过这个，嗯。我为什么你要走进去啊？啊，不然我你们走，
好，走啊！你看，这怎么躲法？这是前进呢、啊。要买这件啊，女王二棍啊。女王二棍53块，你先穿着、啊，然后等等丢给丁义啊。那先喝一下血。你再往上走一步吧。我如果要进战斗，要走两步哦。一步啊，你有远程支援啊。两步啊，是两步啊。你先走一步看一下。不是不是不是，你啊、好，你就哎、欸，我怎么又多两步了？我不太确定。好，不管你先站这里，我们是还没有，应该是还没有要打酒馆了。吴主播要去码头吗？我要去码头。我应该不用发专辑，再合在，然后到回港。OK， 准备虐杀巫婆。好，听你16滴啊，好危险！不知道巫婆会不会虐杀你。OK， 喵气，老鼠，这一棍就捅死了，完全不怕。没有晒，怎么晒？78%要怎么晒啦？我也忘记这一款是每一格78%还是怎样，还是他那个是每一格78%，每一格78%，所以你很帅啊。那我不帅啊，那我哪里帅？那我那看起来就不是每一格，每一格都算趴的话，那个满弓射击永远都射不出来。对、哦、射不出来。开那个巫婆啦，巫婆啦，打得过啦。好。打得过吗？伏击吧。能伏吗？效果并不怎么好。战斗吧，那就战斗吧。明明他只剩11级。我开嘲讽了。我这一堆巫婆，我理论上先手。我只能说他们魔抗都很高，你们好像要自己加油。来啦，我两格啦，最薄的那一种。你们散开啊，我感觉他会 AOE 啊。好，那我就射，随便射一只哦。你射后排啊，我也是 A O E 啊，你从最边边开始射啊。啊，喂，没事。A O E 的，快跑啊，吴主播！好像要站，不是不是，你就直接站到最楼下那一格，我已经开嘲讽了。可是我，那没啥用哎、欸。对啦，你打中间啦，靠赛啦，靠赛啦，靠赛暴击，两边有伤害嘛。我打
他模仿太高了。他模仿。他模仿刚好四点了、啊。我往左边。你说什么？猛击吧，你感觉也只有猛击了。没错，猛击。OK， 就跟你说，先杀后排。我打残。我快要飞起来是怎样啊？他觉得你这边好像要扫出一个大。我准备扫一个大 AOE 出来啊！啊，白氏收割吧，先收前面那一只吧。后面的我再扫一个回合。Oh no！ 那便宜。那78趴也太扯了吧！啊！哎，那个魔女学徒怎么比巫婆还强啊？巫主，我把那个巫婆收了。一滴的那个巫婆。有点不妙、欸，哎、欸，有人吃草呗、欸，阿杰。有人有那个草吗？网友吗？不是你有没有问题？你还是不是吃得到？你先运那个，你先运那个，下一回要动的。不是这只啊？哎、欸，这只啊？救他！开不乖，不乖。我这某人可能还顶得住，还能再扛一回合。哎，他快闪开！哎，我37滴血被他们干掉了。哎，你复活盟友，看一下有没有用啊？没有啊，那个没，他看起来要有道具啊。不，我37滴血，然后被巫婆咚咚咚干掉。哎，你死了我就满了。那你还敢站后面？没事，我有魔抗。我好像都打不死。就变魔女学徒吧，那个巫婆给那个丁一打吧。对啊，吴主播有魔抗，为什么不是吴主播的抗？我开嘲讽干嘛？是你开嘲讽，他们就变了。真娘！我们为什么不让吴主播开嘲讽啊？我没有嘲讽。哎、欸，也满了、欸。哎、欸，霓虹真的是带赛的。说啥？你就是下一个死的。欸还敢嘴炮？你不用再说啦，你就是下哎你把你下诅咒哎、欸！完了，丁毅，你答案、啊，你自己说，满弓射击跟射击，我觉得射击就好了。他这不是是怎样？要怎么看这 debuff 出？你就是绕赛了，一百要打我，拜托！满弓你刚甩二，好像就。哎哎哎，36CC 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这个在赛，你这是赛高。他们已经不会攻了。可以，那让学徒死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们赢了、欸，我们升级了，大家都满血了。你们能不能赢还不好说，丁毅这手如果 miss 他就走了。我这手。只能开嘲讽，我操！为啥？跳过回合，跳过回合。好，跳过吧。我是觉得巫婆是有智慧的、啊。哎、欸，哎，
智慧，有智慧，但不高。哎呦！为什么五主播每一家普攻都一定要带一个专注？你这样可能走到会搞。不是，可是我没带专注，我打他不敢太高。要升级喽！你要穿着那个拿钱了、啊。刚刚后面还有两个人可以动啊，应该是没事。哎哎哎哎哎，生命值回复哎、欸，剧毒免疫哎、欸，我觉得应该给前排说。那个，我觉得这理论上应该是我要拿的啦。我帮你先穿着。哦，女巫鞋紫色的哎、欸，魔法妹、欸，你自己穿着吧。吴主播，我觉得吴主播以后得扛全部的巫婆。你太超过，我也没办法扛，他们很生气哦。吴主播下次得这个身上再带一个盾牌，然后切换盾牌跳上来。不是拿杖好像不能拿盾、欸。可以整组换啊。你可以换盾牌加空手。小白，如果我有盾牌，一定扛。我现在往哪里走？还是我在酒馆附近待命？你在酒馆附近待命吧，等着复活我吧。真的可以复活啊？如果跟一代一样的话，就可以复活吧。打一下那个狙击手。你去扁啊！你扁啊！那我看可不可以把那衣服给我？那衣服。方圆圆衣服。为什么明明他可以穿的那个衣服能力值还这么低啊？你该不会没穿吧？有啊，我有穿啊。他怎么只有一防？他那个衣服是什么挡地的？嗯、欸，我身上还有一个不是、欸。那个衣服是闪避的，你确定吗？你买对装吗？那，就是刚刚买的那件，我还没穿呢、啊。那件又没有闪避，我这一件有加闪避哎、欸。不是你刚刚如果穿那一件，那一件会每回合回血。那件53块、欸，你不先穿着？不用。啊，53块，你放在柜子。他53块的放在衣柜哦、喔，然后身上穿的破烂哦、喔。我的破烂不是，我这件也很好哦、喔，我这件也不烂，好不好？你这件能不烂哦？他那个53块、欸，还是你53块先给那个林春霞？哎、欸欸，我身上怎么还有一些妖怪哥布林护甲？有三魔抗哎、欸？不是你为什么？好啊，阿杰，你衣橱不是？你怎么？而且神赐芒草刚刚就跟你说我要了，然后也被你拿走。不是，这神赐芒草明明就是一开始送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我尸体上面还有两个神赐芒草啦，如果有人可以拿到的话，先给你这一件。所以无敌啊！哎、欸，奇怪，我身上怎么还有这哥布林护甲？你早就拿了。的人衣橱是不是？烧毁。这样可以吧？你相信自己就可以啊！哎呦！哦，烧起来喽！哎，我的路有那个女王士兵呢，我不去呢。没过来，那下一回再开吧。你就没事啊？你就 all in 啊？你不是要去灰港吗？我走下面的，这是可以过。下面看起来可以走吧？那是草的样子。啊，那我去灰港了。好啊，你去啊。我也不知道干嘛、欸，那不是大家去酒馆吗？要不然你直通酒馆啊，你多走一步，然后就进。哎、欸，没有，你要走很多步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去灰港补。你去灰港补专注吧，你全吃补专注，然后直接进酒馆吧。
这样。好、哦，只要花十块。开扁，开扁，开扁！我建议是开扁。嗯。什么？有人丢一万美给我？是瑶，是瑶，这样就对了哦。杰弗瑞，你这个超烂的、欸。给你一点护甲，嘲讽自己，你准备好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刚刚不开嘲讽？而且你怎么有固若金汤？满弓射击了，这个铁匠赌到底了、啊。满弓射击啊！满弓射击看起来蛮稳的、啊。这个不是，不是是怎样？你左下角不是有血吗？我帮你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丁丁，任性抽到成，你开嘲讽我，等一下要需要去左边。好啊，那我等下再。你要不要收海盗、啊？收吗？收吗？也可以不收啦，这样你下回合可以三杀，打中间下回合可以三杀。那你说，窝卡。来看你嘲讽，嘲讽成功率怎么低？嘲讽就很难成功哦！你真的以为我在害你哦？还差，我失败了，你失败了，这些人都很可怜的。哎，你装备给我们吧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怎么可能啊？66趴、欸，你看左边那个已经被扁的头昏眼花了。米亚可以赶快上去射杰弗瑞了，还是射那个海贼都可以啊？射左边的海贼吧。我不能够扛住。14滴啦，14滴啦。这个你收对。他可以收，但他在晕呐、啊，他在晕呐、啊，他不能收啊。哎，不会晕。那晕可以打，只是不能动。哦，晕的还可以打。哦。这一代的晕竟然还可以。啊，剩一个杰弗瑞啊，你随便敲他。懵逼。可是我觉得我太不是了，我可能被这个扣了。Oh no！ 我没有。没差，你也超晕。你也超硬的哦！哦，你体力原来下降25哦。体力掉那么多，那我没了。我需要解诅多少、啊？你能找个祭坛呢、啊？啊，不然我得去旅馆。吴主播这边还有需要思考，不就是轰他吗？好，帮我。我们几率都变好低哦。哎，乖。这个哈哈，哎，我靠，你这个哈哈还可以扁。夸张。哎，这个有病是。杰弗瑞盯上你啦。我帮他知道四个叉叉之后，下一次就四个圈圈。你现在是每一招几率都变超低了，是不是？好是，哎、欸，我躲到后面，满弓啊！我打，回不了了，暴击！我的皮！哎、欸，这样我收不掉他、啊，怪怪的、欸。是满弓，弟弟嘲讽我。满弓这种东西都是看人品的。嘲讽。
那你那个嘲讽的病也不是你明明是被你刚刚不是移动到咪咪 Lucky 前面就可以帮他挡吗？哎，我相信他。哇、哦，我感觉你也有中诅咒哎、欸，这怎么可能？当时我主播在打，我感觉，我右边两个人好像在站着、欸，我不确定。哎、欸，钱给咪咪可以拿啊、哦，多五块啊！我知道。哎、欸，也有钱。那这个大变之剑，杰瑞米之这个蛮强的、哦，不是丁一这个超强了、哦。那可以打，那可以打十六 D， 你知道吗？还有一招可以打十六 D， 哎，再无敌一次哎、欸。这我很想要哎、欸，战争术，一人一罐吧。哎、欸，好的吧。这个我感觉我也要、欸。这感觉如果我能要是最好，先拿着吧。我等复活，我要赶上你们等级啊。哎、欸、哎，丁、欸、玉，别拉复活了，别拉。嗯，我等等复活要追等级哦。是吗？哎、欸，这游戏还可以复活的？肯定可以啦。我感觉不行。嗯？那、啊、我钱怎么都被拿走了？被交九千。因为他会叫你付150块。你们要潜入卫兵室嘞？好像吴主播补一补就可以冲嘞。那我需要解除我的不适，还是我去波兰波？嗯，看你啊，看你啊。丁义跟白痴拿点钱去解诅咒吧，不然你现在好像是一个白痴。对啊，我需要钱。你需要多少钱？很香。那要怎么切到？算了，都给你了。10块，我要10块。我给你们拿8块来我这边吗？不行。其实我需要回那个，我也需要回血哦。对啊，弄我拎啊。我走不过去啊。你走，你不走到这里就可以两个不就可以给了吗？走到这个地方，我们现在聘点，这边可以给吗？我看看，太远了，哇，好像附近一个哎、欸，那你走上就单，不是走一格才行吗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定义，你去辉港买那个盾牌吧，那个有个超强的盾牌、欸。辉港好远、啊，那我又要走下去了、啊。那你们就往上走吧，冲波兰的啦。我也觉得那个盾牌超强的、欸。那个，你叫咪咪阿皮钱全部给你啊，22块那个超强。木质坦盾，它可以加团队护盾哦。好啦，阿丁，你等一下，你钱给我，我用专注去买，去回专注，然后冲上去找你。OK 吧，好，慢慢钱都给你啊。OK 啊，那丁颖，你可以再往回走一格啦。我只能说大家的沟通真的是非常的好啊。哎、欸，我遇到帝都哎，没败哦，没有假装移动了，有做事啊。基本上你是全面开混啊，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变这样。这是我们的默契。哎，是固若金汤。超北，赚了4块，不亏。
不是，为什么你不装杰佛瑞之剑啊？杰佛瑞之剑是大笨，全部都给定义吧，全部都给定义啊，然后你往上走啊，你准备去那个地牢。你不是往上走，你不是走到这个地方，你可以把钱给我，不然就不用花去找你，我再往下走。定义，把钱还我。好吧。你走到这里跟我面交，然后我下去买五块钱啊，然后再送上来给你们。你们的战术很复杂。拿32块。我留30。你要顺便要给我一点钱回专注的，你钱啊，你给钱啊。对啊，我在挑，我在。不是，你先全部给我，我等一下把那个塔盾跟钱全部还你。那丁，你不是拉满就好了吗？给钱啊，给钱啊，就是。给啊给啊给啊！丁丁在睡觉是不是啊？我先把钱给他，给他。守财奴。啊，这个你要打吗？打巫婆啊，打巫婆、啊。不要再，啊，我们巫婆还能打哦。不要打，我现在真的很巴辣。不需要买的。哇，那要不然我就北，我就往上吧。嗯，你就北伐吧。嗯，这斗鸡智商不行了、哦，还想抢吴主播的钱？捏的68还在吧？啊啊啊！这样我们就显得我们三回合换钱不是很愚蠢。你刚刚在那边来来回回就已经很白痴了。不，我那是有意义的，我赚了4块钱哦。哦，你们说什么？这个木质塔盾是不是？没错，22块的这个。忘不掉。嗯。我想买最下面那个靴子。都买，都买、嗯，不然我感觉你们也打不过那个王。我想一下嘛，你们需要那个吗？草吗？回血的。我有一个。给丁一买草吧。给丁一买解诅咒草啊。哎、我们是可以捡这个死人的。东西吗？捡诅咒，我尸体上面也有好东西啊！啊，丁义，你先换杰佛瑞剑了。这里没有捡。杰佛瑞剑真的很大呗。你杰佛瑞剑可以把往后推，那个往后推的怪就。往后推的怪会不能攻击啊。好，好，谢。你们还要买什么？剩14块。哎，14块，你帮我买那个，不是你留给丁义哦，他要解诅咒。啊，那我鞋子买了，那不用了。哎，我卡住了、欸。我看你还有几步，一步加三步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妈妈，我要。市场，所以你们不买东西了吗？嗯，不买了。你再买定义就基本上死狗一条了。好买，然后我先上去找。你们等一下打什么吗？我需要花专注在往上走。等一下不是要打那个卫兵士了吗？对、我们是不是要先打这只女王士兵再过去啊？我看一下哦。建议你们是不打啦，用绕的吧。可以用绕的啦，有一条路好像可以绕过去。其实说不定等等女王士兵就消失了。过去吧，他不是卡在这个路吗？嗯，要不然左右边躺那只学徒也可以啊。他可能夜晚会消失啊。这条不是可以吗？啊，不行，哎、啊，不，你们打模拟学徒啦，打模拟学徒啊，怎么拼点啊？嗯，打学徒看起来好一点，特别关键的。你有打这个学徒吗？冲啊，我是右边那个。好，等一下，我要先上去吧。盾给阿丁，阿丁是哪一个？
阿丁是那个戴的那个瓜皮帽，看起来很蠢的那个。他现在觊觎我的尸体啊！啊、哦！的尸体把东西卡顿给，然后钱也全部给你，然后我再花两个走到这里。送你一个坚毅盾牌。你说我等下上去扛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只是送你而已。那我需要换吗？你不一定要用，看你啊。你要把鞋子给。那我如果换打就不能攻击了。没事，如果打那种魔防高，你可以进等进战斗再换，不是吗？那都不能换吧？进战斗可以换装啊。算了，我直接先换了，浪费。OK， 我直接开怪了。感觉你可以换盾牌啊。我换了。哦，蝙蝠杀一杀，他嘲讽就可以开起来了。二级，我决定你要往右边站一个，我真的可以。好。哎、欸，偷偷的往咪咪拉提那里站一个，开嘲讽吧。要专注。你以为他是你啊？我以为他是哇，吴主播开膛喔，吴主播顶平平喔，你要往那个站一个才不会被 LE 打到。欸，护甲提升竟然是要费用的、欸、好夸张喔。中段啊，中段超痛的。中段有欸，中段哦，只能打前面的。好，没有，谁都能打、啊、他就是超痛啊，而且很好甩啊。九弟满攻射击怎么样？你们随便打、欸、反正那魔女又打不到，又打不动吴主播，对吧、啊、我随便玩，像吴主播也不会攻击，会撒泡尿。可是吴主播，你可以用拳头揍他。我打击耶，有一个打击耶，你还会打击耶？太帅了吧！零拳突击。好嘞。那不是0.0吗？对啊，超难加。吓他！中段，第一，我想满攻射击满他，我觉得我不可能那么衰，走，就快点。我就应该没有嘲讽来。喂，我主播。是啊，不错嘛。我被扁了。没事吧？嘲讽没了。来，我相信满弓会杀掉他。恭喜，不是你在干嘛？你怎么变别的了？对不对？你满弓秒他，不是你一定可以的。好，还有两段。
哇，一定可以吧？没事，我顶得住。没事，我足够你。哦，哦，但我即将终结。是啊，他跟那个不一样哎，因为都五十趴也能开出来。你不要消费死了。是被闻到。哦，经验增幅哎，不哦，好像这个要这个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吴主播是有鞋子啊，我拿着吧。不、啊。哦哎，加一队友护甲哎，那个丁义拿吧。我身上这个蓝位好像有哎、欸，那我装吧。嗯，哎、欸，我身上也有哎、欸，我身上是那个专注石哎、欸。啊，那你给我。啊，浓醇香。哦，我的妈、哦，这个看起来很厉害。OK, 我有反臂舞哎。不是，绿拉给你已经衣橱啦，你还要看衣服哦。吴主播，你可能没看过他要这把 MP5 还是那把 MP5 的画面。我直接把安全门关上哦，直接把他带走。这非常经典。哎呦，骑士剑。哎、欸、，AOE 的、欸。哎、可是你就没盾牌嘞、欸，他是不是双手的、啊？哦，单手的。是的，我先装。这不就是刚刚白志祥买的那个鞋子吗？对啊，这个有加个闪避，我要把闪避撑超高。不是那个，我刚不是给你了，你有穿吗？有啊，我有穿的，你们拿吧。嗯，我有鞋子啦，那谁？那我定义啊。好，哦，这好像很酷哎，这才是双手的。我现在就是一个死者。我会开始，我们都拿起来。我会开始播我的死人音乐、欸。有一个单手没个，黄豆是我的、欸，我的复活，很多东西。看。哎、欸，我武器真的有够多。妖怪哥布林鞋。哎、欸，阿丁，你看你旁边那个，看起来好厉害。没有。请你们赶快冲进地牢复活我！我只能说，这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他那个上面写着没时间了。嗯，你不要再看着我的尸体了。好，我现在先去旅馆吧，接个诅咒。上面呢？上面呢？啊？哎、啊，你怎么跑回港了？到底想怎样？会搞？不是这人到底有什么毛病啊？是你的家是不是？为什么不靠近？被你走下来啊！啊我很抱歉。我回港，因为你的赞助，它都变大了、欸。我们讲回他、啊，他变大了吗？他变大间了、啊，他觉得你课太多了。啊，我就看现在剩下这两个人怎么走。潜他，潜他！如果我直接过去是，应该是可以。不是你过要过两个，你过不了、哦，你绕下面的、哦。我过一个就可以了。到这里吧。我感觉你走下面吧。我，阿爸吴主播，你说要走哪里？这条路好像。
好像只能走这里耶，这样子。啊，不是捡家。啊，你看一下。哎呦，还遇到好事哎、欸！这是什么？如果你有找到另外一个传送门，可以互传啊。哦。结束了。我觉得定义好像是自己中诅咒，好像不是人物中诅咒。不知道，博兰路途遥远，我这个马上到哎、欸。OK， 你刚刚明明两个回合就可以到博兰，还可以顺便到卫兵室。不是哦，卫兵室给他们走。我先解除，哎、欸，我只不过还有凝神专注。来、啊，我就看你现在能干嘛。这边的怪全部都一坨一坨的。来，老鼠，隔壁老鼠怎么样？嗯，那个没办法，还是小的。打！拼了！你十防哎、欸，你十防怕什么老鼠？确实啊，我帮不到。不是我告诉你，你连右边那个一坨的老鼠你都打得过、啊。I bet。你先打那个狙击手。你十点防御、欸。我用脚玩到那里，根本不套。你现在就四只脚一起上啊？为什么诅咒还在啊？是怎样？不是你刚刚不会是在睡觉吧？没有，我按十块的。你是按那个除咒的那个吗？除咒，有一个是除诅咒的。不是，我等下看一下，我记得不是治疗师，补血好像，治疗师是补血。我看他后面只有写什么诅咒的。我刚刚在想，为什么你是按治疗师？我在想说，哦，这一代改治疗师哦。完了。哎，没事，有钱了。我有钱了。你还要再弄一下，你这样钱够吗？我不太确定那钱够不够。看看但他够吧？会刚刚更怕钱的。哎，你可以先看一下吧，你去斧头先看。啊，是诅咒哦，那个是病痛啊，不是你再走一步，你再准备打那个老鼠，再进灰港了啦。好好好，十块就够了。反正你就打老鼠，顺便变成你还会升级、哦。通通扁，你十档哦，随便扁哦。哦，那我发育一下。你们这边也杀了哥布林吧？哥布林会带着猪。会在就是有皮，那不行嘞、欸，不行，一等都不行，不然你要伏击才可以，伏击才不会带到。吴主播应该会直接岔赛啊，你还是快走吧，你还是就等那个脑麻吧。我这是有策略的，你都乱讲。你这个策略我也没看懂，你不需要懂。你只要知道我执行的非常成功的话，不是你浪费了钱，然后在这边打老鼠两个回合，没有，这是发育。我现在灰港越盖越大了，四只老鼠，你都不是你的对手。这不是可以加速吗？哎呦，在加速了，开两倍速哦。有没有全自动两倍速啊？不知道，它应该可以游戏全面加速吗？是吗？高一个哎。一律启用快转游哎。哪边啊？那个玩法那里。还可以自动结束回合哎。自动结束回合好像蛮危险的。对啦，你们都开快转啦、啊，我快转差很多哎、欸。我感觉它需要六倍速哎、欸，这个游戏。OK。
有嘞，节奏变快了。你升级了，你就这样偷偷的练到升级，无敌的。哎，那感觉是不是也不用接？哎，升级诅咒还在吗？诅咒永久啊，一辈子。敢不敢出宝箱怪？这个太挺灵的嘛！哎，出来了。太笨，他是我儿子啊！靠，竟然可以伤到我两滴！哈，他也挺猛的。你不用护甲重击啊，那不是穿防的吗？那也才四防。这个他会降防哎、欸，不是，他是直接降防哎、欸，他不是穿防哎、欸，他是降防哎、欸。好，是啊，我吹吹。那是得等你甩到。是了。没呢，还是四甲。我看他不是有写一个 debuff 吗？不对啊，你刚刚明明就用第一招。没事。赚烂了、欸，好爽！哦，又拿十块哦。你有看到我这策略吗？哇，你看，我、哦、有用吗？有冰霜反上，看起来很废。哦，更强的斧头，是多一个敏捷啊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也不知道你身上有什么。但你现在在这一区好像无敌，你只怕巫婆哎，真的？不，你只怕巫婆，还有自己的脑子。那我不是有 VIP 吗？为什么变十了？靠！哇哦，你还把自己钱用光了？他是我养大的哎，怎么那么不孝？哦，应该好像是常花越多，什么什么越多哎。我可以再打小偷，可是再打、啊、再打、啊，直接洗白。反正他们要那个了、啊。哎、欸，有一盏刀。他不怕了。他现在狗王哦。又打。蜘蛛可能会中毒哦，看一下先点。好。我是灰港的王者，这也是我新手村哎、欸。在这边无限练等，这有一直敲你，竟然还教训他，护甲重击哦，重击。骰子到底有什么问题？一时的不信，一时的，是一时。60几趴呢？一时的，这是一时的。哎、欸，这小偷很强哎、欸，他会扣钱。没错。算了啦，你好像甩不出这一招了。不是啊，我连三个叉都按得出来，我总能按不出三个勾，对吧？妈！其实小偷我会死哎、欸，小偷比你很痛。我会死。还是不要护甲重击，用砍就好了。好，先砍。好吧。你这样，你前面扣了血是为了什么？继续护甲重击啊！对啊，这个也太离谱了吧！对啊，你怎么可能护甲重击吧？你相信一下自己吧！哎、欸，我的妈呀，真的好恶心啊！这游戏，就是你的哦，你的运气真的是好恶心啊，好恶心的操作！不是，你是在带赛啊？啊！先扁那只小偷，拜托你甩三个，赶快把小偷干掉！
好。这个等下又要回去补血了。他已经没钱补血了。他杀完应该又有钱了。这是大团的。他终于成功了。有哎、欸，终于哎、欸。但我看不出他的效果是什么。嗯，人二十二块。哎、欸，吃啊，直接吃了。哇，群体进化，群体推进，进化风暴。这是辅助的是、哦，可是他的伤害、欸嗯、好奇怪啊。赶快，阿丁，赶快再回你最爱的家，回个血。好，我花两点专注。回港现在贵得很哦。是。把那些垃圾都卖一卖喽。回港是你的家。我看你比较适合进那个猪圈。先卖一下。你要哪一个？你要树枝还是守护之树？我想一下，不是你啦，你要干嘛啦？不是啊，你那么草鸡的灯留给我，我要追你们等级。我看一下，我可以留给你。护甲提升，两个都很烂欸，你留那个树枝就好吧。哎、欸，没有，可是他那个他可以忽略护甲，树枝可以那个。女王二棍头盔。阿爸，你再买一个女王二棍头盔。你要骑士剑，留给你。冰，你有钱吗？我想要那个血戒指。血戒指？可是你不是有那个吗？我有血戒指，不知道我要回血。我没钱。为什么你穿着毒戒指？你刚刚战斗也没再回血了，感觉血戒指比较厉害。他那个护甲的戒指给你。啊。这好像是每回合回低吗？你刚刚完全没在回血啊！战斗里面不会啊，但那超烂的，超烂的、啊，把它拿出去丢掉吧。但我就是没钱买血戒指啊。不是你不是有45块吗？你把铁浆之锤回掉，铁浆之锤啊，回血多少？铁浆之锤好像比较厉害，半虚流。铁匠之锤跟守护之书卖掉啊！铁匠锤卖了，卖那个树枝吧，书好像比较厉害。那你卖树枝啊？树枝4块。好，你洗澡好不？骑士剑好，你出来应该有更好。哦，那你先回血再买东西吧，不然大家钱算不好。他数学系啊。铁戒指，不是，为什么你还要用比较贵的回血啊？你不要吵，我钱多。这个还贵6块呢，还是8块？哎，而且你还少2点专注，3点专注。我钱多，你少3点专注哦。好，没事没事，结束回合。你等再花一个回合，然后再回专注。反正他们到了，他们已经到了。没有没有没事。他已经没钱了。他刚刚明明按旅馆睡觉就可以。要睡觉。好。Oh my god， 数学系。没事没事，你不用紧张。你看好了，你先把那些戒指换一换哦。不是，你先把那些戒指换一换。这边可以换吗？可以、哦欸，戒指给我。先把那个证书给我好了。好。哎、欸，你把那个护甲给我。我好嘛，那个护甲提升的给你。对对，戒指。好啦，毒戒指留给我啦。如果我真的不知道你还会不会复活，你在想你复活的事情。我就会复活。然后我来猛击，哈，哈，继续撞啊！你血那么多，待命，待命，交给我，给他撞了，都给他撞了。
哎、欸，这不是会看我力量，然后从大家几率一样。有啊，你的比较高。比你量正常吗？然后一直朝你撞个本。有点夸张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他撞不破、欸。我觉得有亡灵，有亡灵在带赛。你赶快撞啊！怎么可能啊！我靠，你这是一直用头顶这个本的、欸。赶快撞啊！啊，有了，啊，终于！你很像那个、欸，很像那个 FB 那种广告那个。广告 ，FB 广告那个那个白痴骑士。哦，那个。哎呦，哎、欸，我尸体还能继续。请嘲讽，姐姐，我先帮你设法子、欸。好，秒杀法。哦，我超慢动的。你先躲到他后面吧。你直接躲到他后面就好了，他就不会打到你。不是他们有法师哎。哎、啊，你赶快杀法师啊！群体推进。还是你可以推进，我这是晕眩类的、啊，有伤害，还有 A O E， 然后晕眩哦。感觉我要打左边的、欸，因为右边有那个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晕吗？它是黄色的晕诶、欸，黄色的晕是不一样吗？哦，有一个橘免疫耶。哦，走位，再走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对，没事，还有圣坛，他有圣坛，是他没看的，哎、欸，你快哦，哎呀，定义刚刚没回到专注点的伏笔要来了，你赶快关注、哦，91%，不可能吧？真的不可能啊！没回到专注点的伏笔要在下一场出现哦，不可能，我等下直接吃两根麦芽粉。回一下，吃两个麦芽也只回二哦。没事，二一定够用。有这样子安全哦，各位。进化风暴什么能力啊？进化风暴可以降低这个降模仿哎、欸。那不用吧？敌人都没模仿了，还是要可以降到负的。不会可能吧？这游戏直接 AOE 一直打吧，反正定义都嘲讽了。走，硬了。这好像根本不用理了，你们就随便打、欸。哎，先打这个，这个会碰到我，这个有问题。你也可以攻击啊。你打右边吧。哎，你打后边吧，你打后排吧。不等等，无主播 A O E 就顺便收掉了。好，哦耶，成功嘞！终于，为什么白痴都没有出那个地板呢、啊？我也不知道、欸，我这该不会是靠晒的吧？感觉要流。护甲重击，你要这样，那我满攻势，我怎么看你？三D，哇，那衣服很多嘞。忽略抗性是怎样啊？穿房是不是？要不哦，强哎、欸，幸运。
你们幸运都一样啊，龙五十啊，我七十五啊。啊。你能用一定给你关的。嗯。打完 BOSS， 赶快把我复活。有口气啊。哎，马上就要打了。中途不停的。秒法师啊，你满弓能不能秒？满弓不要用密室，不要吧，两下打稳该比较好。是打神的死你要晕那个狼，我要晕狼，可是我晕狼很少打一只哦。不然你晕 法师跟狼啊，他们两个都没有晕。法师六魔抗哎，我打在他身上。那晕了，晕了只是不能移动而已啊，他还是会攻击你们。对啊，好像也没错。那我就打中间吧。那个杰弗瑞之剑是因为他把他推到后面再晕，所以他不能往前，才会不能攻击啊。五主播解说法，再见了各位。没事啊，五主播有祭坛啊。你动一下吧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不是我脚吗？我们前面一个脑吗？我那个脚吗？我用第一个啊。好。我现在可以吃东西吗？我为什么不能吃东西啊？我这个蜂蜜酒让我喝一下，可以用吧？补血，右下角按了不就可以吗？右下角按不了啊，按不了。可是它是花这种正方形的，因为它今天它不用动了，我被晕了，我等下也动不了。好，不管超壮。你别往左边走啊！我走不了，我正方形是零欸，为啥？他没有行动点啊，那还是嗑药啊，嗑药啊！哇，我嗑不了药啊，为什么？那你应该是被晕了，你被晕了吧？可是你免晕欸，都免晕欸。该不会是因为你拿那个盾牌吧？你脑麻啦，你脑麻啦！把脚传染给角色是不是？状况，你应该是单纯脑麻啦，开嘲讽啦，开嘲讽啦，好啦。啊，我先，哎，感觉要拼满弓欸。那你先借过一下吧。啊，你普通射击也射死了。嘲讽了，他一嘲讽你，他总有一天会没有嘲讽，我们要先走。啊，不然我先走。拜托。将越远命中力越低。欸，完蛋了。你帮我收，你帮我收一下吧。吴主播可以收啊。那我要想想。那我要直接打他欸。你直接打他晕狼也可以吧。不行，我晕只能晕打的那一只。没差，你收掉法师就随便打啦，这丁义一定扛得住啊。没错，交给我。狗咬一下一两滴而已吧。有对面运气不好啦。好，你扁扁护甲啦，提升，你护甲重击啦，穿防啊，帮那个咪咪阿皮穿个防啊。对，还是护甲提升。我不知道这护甲提升提多少。提一啊，还是写一哦。哦，他就一而已。好，重击。哎，我可以吃东西嘞。吃啊，要不然你先吃啊。他哪需要吃？他还血。要吃啥？我吃个麦芽，过过干瘾，怎么样？要不然你吃一份啊，再一份留给我。护甲重击，来，最右边加血要干嘛？你怎么不回血？他没有回血的，没有回血的，他只有蜂蜜啊。他
边打一声等他就不会再说。对啊，你赶快打边边的。26，26滴的是吧？五主播等下轰一轰就结束了。啊，26 ，Go， 呀，有了，哦，有哎，射一下五主播，轰一下带走。出来了，去吧，冲啊！哇，14滴耶，直接打分间吧，不行了，反正这个狗看起来擦擦哎，擦擦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还是打边吧，打边吧。可以，可以，就打这个。嗯哼，我记得吧。哇！击退嘞！哎呦！哇哦！哇哦！哎呦！哎呦！哇哦！魔系呢？呀，真的！稳了，稳了，稳了！赶紧，赶紧，帮我复活！这个拿去卖，这个随便谁拿都可以。你拿去卖啊！只有你会一直回家。哦，这我的，这我的。女王前锋手套，交给我吧。他还加一点闪避哦，不是这闪避都给这么小气的。哦、哎呀，哎，你闪避多少？怎么看你闪避多少？11？也太少了吧。哇，他那是怎么算的？敢不敢出宝箱怪？我该吧。来嘞！力量，但我身上是剑红这里。那个，拿去卖吧。哎、欸，这个强，这个超强。这个我刚拿去卖。你刚拿去卖？不是那个超强，你还可以拿去卖啊？真强的。那个哪里强？那双手这样没盾牌啊！哎、欸，这个强，把妈还在啊？这个还行，这个 A O E 的，这個、还不错、欸，这 A O E 的，是我装了。而且戳刺是戳刺可以穿防。好，那我装就这個。啊，灰砍应该不是 A O E 的，应该就是灰衣刀。不要打王嘞、欸。可以啊，打完王我就站起来了。一看就超菜了。女王卫队，看起来务工吗？除了右边，好，除了后面。哎、欸，你们看到我嘞、欸？我出现了。一样吧，我先发法师吧。喂、欸？哎、欸，不行嘞、欸。他前面哪一个盾？他前面哪一个盾？啊，那我康也懂站位。你先杀士兵啊，士兵打丁义会痛啊，不然就是直接杀这个啊。啊，这护甲有点高哎、欸，你先杀士兵吧。游击兵吧，游击兵打丁义不痛啊。好、哦、像女王士兵是有盾的、欸，那边给，好不好？就打这个，先把护卫打他死吧。好吧，你就硬干护卫啊。对啊，先杀法，我打六甲、欸。先杀法师吧。没差、欸，怎么动那么快？六甲也就是两三动就带走了。
你大概一次，然后我两次，那大概就。等下我。哦，注意哦，注意哦。救命！你那法师打你就对了。他等下就会开嘲讽啦，你赶快把这个护卫干掉。他是打算开嘲讽了吗？可以啊，士兵。啊，士兵没有。他没有。戳死他！你再戳死他！嘲讽嘞？还是你开嘲讽？嘲一个、啊。礼物，这真的需要我。好。前面。靠！啊！啊！可怜呐、啊！今天就很太不幸了。满弓射击了啦！没什么好说的、啊。我觉得我的幸运会。不是、啊，你怎么不用专注啊？我还有两个哦，我刚升，哎，我忘记我刚升等了，没事。我主播，我主播会要忘记自己还活着了。哎，我主播再轰一下，轰杀了。可以，我可以杀法师了。好，我觉得这次我不用开什么。哎呦，百步穿杨哦，一滴，来，两滴，还是再拍一首假提升，痛，算你还是搞，要不然等一下我按一下护甲提升，玩这样，右边的我们来啊，就一直轰吧。催泪啦，戳死他！他忘了看护甲替身。好吧，你回家玩点玩，玩点玩。你反正我被打的都是你啊，你想玩就玩。气死！我打女王打上我。啊？满弓射击。满弓射击跟他差不多可怜。够啊！欸，下次我不要站前面。欸，我也有在战场里面嘞。我在掩护吴主播。大概各打一次吧。好，我建议你杀游击兵啊。多次。游击兵能不能打17啊？不行嘞、欸，最高就14而已。17那个我来，我满弓射击24滴，戳刺。他满弓射击还在幻想，我还没看他满过。他是狼先打掉。狼根本不用理啊，狼没伤害啊。满弓射击，他会咬我，他会咬我。啊，来不然，切个麦。吴主播五房呢、欸？哦，哎、欸，他要嘎啦！不行啦，那一排不能再多一个师弟啦。我刚说换位哦，换位哦。两滴的。耶，明明 lucky 吧，因为我不想花砖多一个叉叉。那个给明明 lucky。都没差吧、啊？反正已经没有敌人的回合了。但我很想按护甲提升呢、欸。哦，按啊！哎，按啊！按啊！你按啊！靠！对啊，有问题。换一下位，换一下位。不然我还是得我呀、啊！最低都有11滴、欸。哦，雷电法杖哎、欸，你要不要换这个？看一下。哎、欸，这个也有远程资源，魔抗提升呢、欸。哎、欸，这样我舒服了、欸，虽然我不知道它提升多少。麻烦，我拿我装吗？雷电震级。可是这是那个单一目标，我要装吗？这个很废，这个很废。可是它有穿甲、欸，就是它可以无视魔盾。看你啊，我先拿着就好，顺便。哎呦，这个我了吧？哎、欸，
来吧，把我复活！把我复活，消灾厄！哎，我开，没有真我开，是你们的手气待命，手超级烂的。我可是可以冲，这钱给我一下吧，我等下需要回去回转。没问题，我没有提到你把它拿走。他拿多五趴，我拿多五趴，我弓箭手是说，这是怎样的？穿的啦，我要玩。就是他虽然有弓箭手这三个字，但他不是。为什么你们这个？你们这个炸弹从来都没有丢过哎、欸！你们这个炸弹从来都没有丢过啦。嗯。家里有暴击。我有手套，不是拿去卖掉。这 ，OK 吧 ？OK 吧 ，OK 吧。记得对我的尸体用啊，这好像就可以了。怎么办？没得复活一定可以啊！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好像这样比较顺点。一定可以复活，分一点点钱吧。可以啊！你别瓦得弄好你啊！你先分我三，好远啊！我要那个贵的鞋。哎、欸，不是你按很快，我还是十字架的状态，好奇怪啊！你看，你们快去解任务、啊。马车。我要先去，对不起。阿鲁啊，我们接下来去哪里？冲任务，任务一定有一个步骤是把队友复活。三等哎，球运马车那个。那个战书在哪里啊？这边还有个，那我们咋说？冲吧！好啊，帮你冲啊！多好！他两等哎。好戏！我刚单挑，我不敢再输、啊。我知道你想下班了。不是，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，我全程满攻射击。哎、欸，他死定了！我靠！我不可能射出哦！我百步穿杨，没有，满弓射击。我没有那个百步穿杨、哦。哇，这个，哇、欸，这很秋哎、欸！这看起来很厉害。你又加攻击力了。那个女王，那个你要吗？好，我刚的时候，刚那个那边。好，那我先丢给你吧。我想回去回个鞋。你想回去回个鞋，那你帮我买那个帽子好了。我可以帮人买东西，你们把钱给我，你再把钱都给你。我想要那个女王弓手的帽子。我想要复活。OK， 如果那个复活，就是买。手，哎，我手，哎，你给我了吗？还是没有？没关系。你不要给我手套吗？对，我给你啊，我给你啊。应该在你身上吧。像那怎么好像不能复活？我们这个是没有爱心池的。哦，没有，你给到五组包、任务会给爱心点、啊。哪一个？这个吗？女王这个？那个弓手手套。哎、欸，地上有没有垃圾啊？我可以拿去卖。垃圾、啊。
是有一个人一直说要留给他，但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。好，我给你。不是，那个装备我要穿哦。阿爸，你留点钱给我。你帮他留一些砖哦，然后剩下的我拿去卖哦。好。阿天哪个你要？还是阿天我帮你留？我身上。阿爸，你们先拿去卖，我等等直接拿钱买最高级的。OK。你们先前进，我感觉我就在前方了。我想要买女王长弓跟女王弓手帽。谢谢。OK， 没问题，等一下。不是你们赶快，你们赶快去下一个城镇买哦！你们不要回前面的城镇哦。那我回城的话，我可以回去。不是你回前面的城镇也太亏了吧？不是，我可以回那个，因为我还要回去补血二十滴。哎，我怎么算是？上面有一个一定可以找到队友的反抗军营地，丁义 ，OK 吧？感觉那是陷阱，不必。我感觉那里会有一个僵尸站起来，那里有危险，那里一定有危险。等我一下 ，Vlucky， 你说你要什么？女王长弓，女王弓手帽。你现在这么奢侈啊？对啊，我想，因为这个这把弓实在太容易 miss 了。那个女王弓只有三，它。特别要三个，而且它有一个什么闪电剑，看起来很屌。女王长弓，它还击退，感觉不错。对啊。女王长弓，它还加经验趴数啊，这么爽啊！就是女王弓，啊、女王弓手帽超烂的，你要这个干嘛？我已经买了。超烂，不错吧？我看不错啊。你要什么啊？我吗？对啊。我没有想要。你没有想要帽子、欸？我建议你们买补品啊。我是没有帽子啊，那我穿个。吴主播买补品啊，补品赞啊！我要买了。再买个火龙带。这是怎么烟斗啊？现在啊，这一版好像没有烟斗嘞。这边没有草只有经验。有草了，有啊，有那个神赐盲草。其实你们这么有钱，经验值好像可以买一买。我先回血跟回砖。我想去那个倾斜的马车玩一下。这好贵，为什么我睡觉变这么贵啊？谁是不是有人偷睡？丁义啊，物价在涨了，没有办法。这个还可以转下来偷看哦。睡觉变太。把这个草买了。OK。你刚刚不是用睡觉、啊？没有，我这边要走啊。我要走去找他们。我们光了。我觉得吴主播花钱如流水啊，他直接用一个回血的，再加一个冥想啊。我想要回去找他们啊。比丁义还狠啊！是我们没策略，大策略。大概多花了40块。我记得有一个人身上有传送卷轴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不丢给你。是吧，丁义？取决于使用者的智力。不是啊，那个，说明那个死掉的人等下会想用，留着。我应该会复活在你们旁边了。不太确定。我想要去这个地方。这个是我的。那你要去哦？那我们不是要去这个地方吗？
嗯，要不然好，要不然那给你弄啊。好险我没过去。三个色。我刚去拿的东西怎么回来？吴主播专注点又花完了。专注点。吴主播花专注点也如流水啊。没错。八点、欸。那个有八点呢、欸。等一下那个抓回了。对，啊，这个是睡着了。让我想。我用扁的女巫，扁啊，不是他两等哦，你蛮乱哦。哦，你说两等菜鸡是？对啊，不是你也想下班是？他后面还有人。不是啊，我刚刚这边过了，阿杰就没玩到啦。哦 ，no， 你们舍得我们三个人把这游戏玩完吗？哎，合理哦。那怎么办到的？感觉第一章已经快过了，应该是那个地方打完。说啥？还久的嘞，第一章肯定还远的。第一章应该已经快没了。第一章肯定还远哦。你应该不会想就刷暗黑了吧？第一章已经快结束了。我快复活嘞！不是，我就在前面的那个帐篷哦。没有那个。哎，我只能开嘲讽了。好，你来嗑药开嘲讽了。不是，我也被电了，我被电也一定要好专注。别这样，有尴尬。我想电死你啊！哎，你要做不信？你变得不信了，兄弟。我今天最幸运了，5%、5%、9%都被我晒到，超爽。我该不会？为什么你还会跟他？为什么你要一直按嘲讽啊？对啊，你刚刚不是嘲讽过了？你怎么挂皮啊？他这个脑麻、欸，我脚断掉了，不知道我脚断掉了。你脚断掉不能普攻吗？掉了，不行。其他都黑的，他那个不知道什么纠缠的、啊、还是什么？不啊，啊我现在可以普攻了。狂斧重击啊、哦，这个 A O E 的。哇、哦，你这满攻射击哎！只要三格哎、欸，就好吧。哇哇哇！嘣！来，你狂斧，我满攻 ，OK 吧 ？OK。我是只要三格，修。哎、欸、嗨！哎、欸，我操！没事，洋洋。亮的吗？护盾猛击，我有点不信哎、欸啊。你把修好了吧？哎呦，你两个的高手过招哦、啊。天窗，这就夜晚的那么黑啊。哦，加专注点。还是吴主播那个女王帽给你。你说你不要了？我等下两个都看看。就跟你说，女王帽就很烂了。超级女王帽有生命回复哦，那个其实不可以给定义的。如果我不要的话，生命回复在战斗就不会回复哦。他不是要走才会回复吗？是吗？你只有在地图上待一个回合就回一滴啊。哦。哎呦，这个有闪避五点哎、欸！看一下，铁锤跟这个斧头，铁锤跟斧头，
好啊，不然你那个女王帽你给丁义嘛，丁那个帽子也是大变的啊。抗晕哦，这是我开局选的抗晕。丁义羽绒带拿起来用了啊。哈，羽绒带。还有一个女王卫队要来扁你们哦。使用。按休息来，休息是可以回血的。那肯定啊，全回啊，休息就全回啊。啊。去吧，米亚可以去复活我吧。去哪里复活你？反抗军营地，我就在里面。我们过去哪一个？我觉得那是陷阱哎。我也觉得那是陷阱，它叫反抗军营地。对啊，感觉没有那么好看。我就是反抗军。他说在那里一定能找到他。冲啊！我就去那里了。正常 RPG 不是应该要把我的墓碑拖着走吗？还是我再回？你赶快走、啊。等等，白痴要遇到怪了。好，给你专注嘛。我应该先扁一下那一个。哎、欸，这个你还没办法。这个好像还没办法用专注的。哎、欸，丁义上了。哎、欸，战斗好，我是战斗狂，我是想要战斗的，这是算我赢的，你知道吗？前往新，哎、欸，你不要把我扯进来。哇操！我鱼王比较还好。哦，不是，我们赚烂了，我们免费爽到经验值啊！攻克敌，哇，把我穿了！搬我！我身上是不是有 debuff？ 是，你脑袋有 debuff。你脑袋有啊？我刚刚算好的。你角色应该有被传染，乱讲。因为我都可以走，还是等一下吴主播，吴主播走。我在这里啊。对了，在羽绒带。来，里面一定有兄弟。我要那个外公，我的新玩具。吴主播要花专注点如流水了。没有，这里不用吧。嗯，你再走一步给我勾吧。来不及了。不是，他传给丁义，他传给你就好。按住。哎、嗯。因为我有在怕的。还变。你先开头问完。嗯，我最慢动，稍等。那我主播你跟我换一下位置。那你直接把，你直接用专注点把女王法师射掉，你就安全了。女王法师前面那个有拿盾哦。那个士兵有拿盾，这样也算了、哦。那你射游击兵呢、啊？我不能。游击兵我也射不掉啊，感觉只能先杀那只法师了啦，其他的都给丁义一场就好了。那你射士兵啊，然后用那个、啊，然后叫吴主播帮你收那个、啊，收那个士兵。也行，是吧？68够了啦。73。哇哦！哇、哦！别打我，傻逼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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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闪避真可笑。哎、欸，弟、欸、弟，快哦！我告诉你，他一定不按那个。我觉得几率是非常高的。好，我给你一个，好不好？这是我给你的。说最后的一个吗？
我最多给一个。很好，稳的。还是嗑药了啦！啦啦啦啦！哎、欸，我这回还没办法动哎、欸。感谢皇上十份订阅，你怎么可能没办法动？被晕了，晕了还是能攻击啊？没有啊，我这回没有我啊。吴主播，你把那个补血草给他吧。我给他，我的。可以给吗？这边给不了啊！你还给我丢个这个，看到没有？肯炸弹呐、啊！啊，不然你们丢炸弹呐、啊？炸弹要丢到什么？留到什么时候？输出，都不要在啊！丢炸弹啊，吴主播！我不知道丢后面的、啊。丢那个、啊、那个护卫铠甲，你说这个女王护卫护甲，炸他！来，哎呦，哎、欸，那个也是 A O E 的，那个不是，他走。杀士兵，我的。这么稳吗？吴主播90%跟95%差距，理论上，理论上一样是吗？嗯，理论上我不知道，由数学系来解答。没有，它是两格，它是两格90%跟一格95%。Oh no！ 没事哦，顶着，顶着。哎，先上来，我前面的。对他竟然有知道，他是会 A O E 哦，他去你前面你就死了。丢东西哦，丢东西哦！天罚啦！丢死那个士兵，然后直接去砍女王啦！皇子重击啊！我有丢的吗？我没有丢的、欸。你说哪一瓶的？怎么完？完全没有吗？会记得费用还是留着嘲讽吧，你先把女王士兵宰了吧，反正你还有回满血的草、啊。哦，不然你就砍狼啊，让吴主播 A O E 啊，炸一炸、啊。好，我砍狼。你相信吴主播、啊？砍狼，我等下不能射那个法师啊。好。你不是也射不死法师吗？哦、哎，我靠！他们干嘛了？丢东西啊！丢东西啊！你有拔啦？他们在，你看一下是不是 A O E 的？我有拔啦，我看一下。他们出招了、欸。这什么？那个晕眩了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喝了什么，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，我点了一下，怎么就出来了？你是不是喝那个护盾啊？圣盾术呢？哎。我想一下，现在没事啊，他蜂蜜酒啊，你 A O E 开炸中间啊，森林狼，可以知道，那个蜂蜜酒偏强，我们一代也是靠那个过的。好卡哦。哎，护甲提升！哇，八个护甲哎！完了，护甲提升！皇甫中解哎、欸，你没嘲讽哎、欸，你嘲讽解开了，快按了、哦，嗑药、哦、你也嗑、哦，你嗑回满的，我嗑回满的，嗑了吧？嗑了啦！哪是不嗑？啊，继续嘲讽！哎、欸，连专注点都回满了。哇，那我们亏了，我忘，我靠，你也咬太痛了吧？
哎、欸，那平原狼是鬼。没事啊，都要被吴主播炸光光了。要打这只狼吧。那吴主播就炸中间啊，你就一直炸 A O E 啊。哦，你那个原来还会退的。哇靠！哎哎哎，你也要喝蜂蜜酒了，你也可以喝蜂蜜酒了。黄符重击，蜂蜜酒，还是你杀怪？杀怪或杀或蜂蜜酒啊？杀怪好了。如果不管就蜂蜜酒。可以哦，可以同时做，可以再杀怪哦。打哪个好？你打那个法师如何？打女王啊！你打女王啊！那个法师，法师，法师，酷啊！然后白痴炸弹把那个护甲炸死就稳了嘛。炸弹是哪一个？火焰第二颗，第二颗。一个两颗都丢啊！要炸谁？女王护甲炸死，然后你再把法师射死啊，就赢了。这个地方可以丢两只哎。这东西还可以打两个。对啊，它是直排的，要不然我丢这一张。好，我把法师射死吧。不是，你还有一颗啊，丢一丢。还有一颗。哎，他还有一个，你还有一个那个。千万不要靠。你还有神赐盲草哎、欸。这东西还可以必死哦。不是，你还有盲草哎、欸。不能吃啊，已经不能吃啊。All in。All in 啊，女王法师。我是其实没怎么看懂为什么要留那个女王护卫护甲，那个东西再一下钉就死了。哦，拜托他这回合丢 buff， 哇，他真的太痛了，他刚那一下也太夸张了吧？我也打不死他、欸。你就打那个游击兵、啊。就打死啊！然后只能打这个游击兵。你一定要冷。只能说白痴刚不炸他，确实有点奇怪。我这边点他是狼，没什么问题吧？啊！哎，他们怎么现在才失败哦？那、啊、你那个药还不吃哦？我觉得不用啊。啊怎么很低也卡了？赶快去复活！记得一定要复活我。如果有选择权的话，一定要复活。先复活我，不是我比较有用啊。你说一大于三。多外星弓箭兵行了吗？啊哈！王公子。好嘞。你差多少升级呀、啊？那个鱼标题。差很多哎、欸。经验都给你了，你看能不能吃到升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才刚升级。好吧。不然我吃这个神赐盲草啊。请你们尽快的去寻找队友。这里一定能找到队友。有啦，他一定会送你们队友啦。
帅可以。哇，哇哦，酷酷之靴很酷哎，还靠一护盾哎，哇，混沌简易啊，啊，酷酷之靴。不是这个测试版根本就没开混沌呢、啊。哇！上面那个，哎，刚我们被突袭，所以你就是混沌嘛，是吧？然后时间到了、啊，它上面写零级女王护卫队，快冲啊，吴主播，快冲任务啊！看一下任务在哪里？运球马车那个。没错。他把丁义的尸体捡一捡。那怎么讲啊？捡不了尸啊，这游戏。捡不了尸吧？会吧，我试试。我就没捡你的，不好意思。看一下，不行啊，捡不了尸。我把他的尸体分享给你看看。有了，你现在有他尸体的操控权了。哎、欸，可以、欸。你把他身上的东西拔一拔吧。他只能一个一个给。自己当坦啊，吴主播。你说我走到前面啊、哦？你把他那一套穿起来，他那一套超强嘞。OK。哎、欸，不能，他身上的装不能拔。Oh no！ 五行啊，我反臂二十五。啊！好像也不要打这个哎、欸，直接冲了。啊，直接冲吧！搞不好我一直闪避，我们就赢了。OK， 冲啊冲啊，不然下一个又要来喽。而且吴主播有那个飞行选择。好啊，我雷比啊，飞吧，吴主播。冲啊！要不要先飞啊？看，用飞的吗？用飞啦，用飞啦，这样你可以多走几步到下面，顺便解第二个任务。哎、欸，看一下，还是我飞到下面的那个、啊，也没钱。吴主播又有什么花大钱的想法了？是不是？然后想说我要回那个啊，可是我也没钱。那我要飞到哪？飞到马车啊。OK。就是吴主播基本上就是花钱买专注，然后马上就把它花掉。花掉也是为了救你们哦。是吗？花在走路。为了快一点。花在走路。走路不是走路很重要。很贵呢。那个很便宜哦，能活着都很便宜哦，只是大家都不一样。Oh no！ 只能说，刚刚有人不丢炸弹的话，或许阿丁还活着，或许阿丁还活着。怎么办？这能搞？闪电剑啊！闪电剑先麻痹他。我闪避。太重了，我反臂，没就中。看好，我要开始闪避了，嗑药啦，吴主播，嗑药全嗑了 ，all in。我也没什么可以嗑。
都是都没东西吃了吧。那你就 AOE 一路把他们炸死吧。没问题。哎，你往前一格还能攻击吗？感觉要炸哪一只啊？平原狼 AOE 啊。然后爆美德啊，等着爆美德。嘣！哎，我闪避，闪死哎！感觉闪避好像。这里如果不出美德，可能是要结束了。啊！这怪也太强。其实我感觉这一款好像没什么难度，但我没有时间压力。你第一个死哦！我只能说是我练海海洗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不是那个第一个死的，我只能说阿杰好像太早死了。你看我，没有啊？那这时候要怎样？哎，你看我叔叔，哎，汪杰，你看我叔叔，你看我叔叔，你看我叔叔，你看我啊，你看我、啊，你看我击杀术，你看我击杀术。你看我扛，你看我扛的血量。真吗？我先死掉还是？击杀的敌人数最低，血量数最少，我就脚麻。脚麻。脚麻人。我怎么知道37滴血还能一个回合被他干掉？我是海绵宝宝。厉害，海绵宝宝。我爬爬人直接倒了、欸。今天看来是玩得很开心啊，应该是快过了。没什么东西可以解锁了。有一个学士商店哎、欸，全部封印了。哎，我开草药师哎，我也是。啊？为什么你们会开职业？怎么开职业？他解锁没差，草药师基本上垃圾一个，补血的不厉害啊。嗯，明天要过。大凯说明天一定过。明天交给大凯了。嗯，明天谁打喽？定义是要再找一个，没有你啊，我不差，应该一样吧。